前后来好几个都没有。没有了，最后两个客人没有了，怎么办？还两百呀？拢有啊吼，来我讲我这剩五包啦，你若毋捌买过，你甲问看下拄仔伊几个时啊要过来买啦，好无？你无买试吃一包就好啦。来买啊！啊是啥毛计个？一包两个试吃，我一百块。来买啊！是啥毛计个？我袂记啊。我见一个在讲一个了，来等下我甲你买一个吼。来，你给三个三个去。这刚购物这阵两千俩。OK。好啦，我来卖卖，我这个卖了我来卖等下，你等下几只吼？来，这麻烦大家用手的，因为这今仔限量的无够啦吼，无够，这今仔一工卖不了，起码今仔无够啦，这个。伊这你是拢无五百的哦，这你看五百，这不挺好赚？啊。来，这是挪威鱼的肝哦，这个本来你行是要保证百分之百赚回三百哦，这两就六百哦，我免六百，免五百，先给钱三百我了。来三百。一夜干完，几百块哩，几百块啦，几百块哩，你买三百，几百块啦，几百块哩，三个价钱好啊，三百多少块？来三百啊！有哪么钱嘞？哦，等下啦，我价钱表哩啊，三个价钱啊，三百来啊。来三百啊！有哪么钱？挪威青鱼一夜干，赚两千了啊！两千了，等下哦，才五百啊，我再赔一百，六百。挪威一夜干卖六百，三百了。来三百一个，两个。你买一夜干剩五十，还佫袂晓买偌多？两个。来三百了。过两百只一夜干的吗？没有了哦，最后一箱哦。沙发过两百只的无？来三百啊！最后一箱沙发，可能买上来也无啊。那还有嘞，你要买三百块。哎，沙发。一夜干过两百来无？沙发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还是你唔好买过，想要试吃看卖？这一夜干会当互你食七套的啦，唔免配饭的啦，好不好？百五就好了。来百五咯。你买三只，当作真看卖，百五了。有人要买百五的无？百五。百五咯。试吃看卖，百五。有了吗？头前啊，百五，过两下无百五，唔好买贵，先买三百，赶紧啊！头前到做咩啊？百五，来赶紧去。百五过两下无？百五过两下系吗？百五。一百五啊。拢有啊吼，安尼我收起来哦。我是来我讲早过就好，伊等足久的啊。啊？再去农场。啊？你迄龟背啊，迄龟皮的啊？啊，拢是龙，你个龟皮的吗？你不要黑吗？那个客人讲，我要搁存一箱尔，那我先买一个。你要食这，你买这啊，你要食那个啊，拢同款啊。啊，伊迄个鱼的干啊，啊，这就是咸鱼啊，卤鱼啊，这嘛卤鱼。啊，无啊，一个人加买落啊，这无啊，三百落去了。来三百啊！我咧无啊，我来讲话四条哩，五条啊，六条一条剩五十啊，七条啊，八条哩啊，三百。来三百啊！后尾来无？这鱼的，这迄个卤鱼青鱼，各个四条，啊，后尾要叫大螃的。来三百啦！来三百上面，哎，刘二爷，啊，可以的嘛，刘二爷，可以的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来，再过你，再过你三百。来三百啊！过两尾也无无啊，真多。刚上一个讲短短，下过两尾要百五的无无啊？百五。百五啊！这规条拢百了，百五。有啊，好来收起了。来收，这一下就好。一下就鱼收。上面吃两尾鱼的，下面吃卖三百五，八千块钱两百了。来两百啊！来两百块，上面吃两尾鱼。这只大只，这大不了，两百八百啦，好不好？我来讲啊，七只好你啊，十只好你啊，三百五百变两百了。两百，两百只，这四只、这五只，过来两百块了，咩下来无？两百，来一个一个，两百，我搁加一倍啦，搁加两倍好你啦，搁加三倍啦，搁加四倍啦，搁加五倍啦，两百，搁要吃两百二的无？两百，哎，两百哟，加来，来收钱啊！我来讲啊，正常安尼哦，正常安尼哦，正常安尼，啊，无要紧啦，今仔来啊，加两倍啊。加四倍啊，加五倍啊，两百，搁一个两百，啥物啊？哎，两百。两百搁两百真个。搁一个两百买当然啦。正常安尼两百就包过来啊，再过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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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再过来两百。搁两百真个无？哎，两百啊。你搞两百买一百吃看卖无？一百。一百卖当买啊。来百啊。有啊吼，来收起来。你搞咩啊？你搞两百点啥物菜无？那无就看我个啊。来，一张小饼过来。点菜，你讲哦。来，一张小饼上面只，这一包两袋啦，这一袋百二，两袋二啊四啊，两包四啊八，哪底拢有剩了啊？三包了，好啦。来，三包。来，三包。一包了，拢无啊嘛。哎，无啊。来啦，再加一包上去啊，三包。来一个。来，过来，咱们只一张小饼个无。哎，春节了。哦，两个。来，两个就做，三包了，两个啊。哎，两个。来，再一个三包上面啊，太帅，那个老啊。过来，咱们真嘞无，拢两袋装个那种泰式酸辣酱啊，两包，三包。有啊，拢有啊，来收个。下一轮，等我一下，我来讲我蛤蟆拢无，我最后发一波啊，蛤蟆全部无啊，只买一轮了啊。
来，蛤蟆这种无说以后要吃，来二十块都是。啊，几只了？哇，哎呀，蛤蟆无。三个啊，二十块。哎，几只吗？二十块，二十块。哎，安尼二十块，二十块三百只，两块三百只，三个啊，三个啊，来呀，三个啊，你要四条八条来。四个啊，五个，六个啊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十个啊，五六个，这个好少有，不太少有。等我给你摸一下，好来，三个，四个，六个，到底几个？我快到四个，你收我十个啊？哎，我到。有一个过分啊！三百过分啊！卖啦，看你买酒了，你按人家收少去啊！你改酒了，好啊！减四啊，六个啊！好，六个好啊！来，六个，你几个？六。我来，我这全部卖鱼啊，是啊，你看你嘛吼，来。来，我走诶。哎呀，无紧啦。好了，陪我走。你拢陪我啊，我到下钓边。谢谢你。还要提只虾子哦。对。来，好啊，这我讲，我先卖两万米啊，你先。七九九，你请。来，客气的。你搞什么？这起司猪排，这起司猪排一包内底有十块，内底有加啥？你知无？加火腿、加起司，啊，这一块外口上加要八十块嘞，啊，我来讲，这十块就要八百块，唔免八百，我存四包嘞，你买到十块买新价钱，真正好食，两百嘞。两百啊！两百啊！有咩叫起司猪排无？两百块了，两百。两百块哦。哎，两百。起司猪排有咩煎嘞无？真正好食，还两百嘞，一块从二十块嘞。大哥，你有咩毛料讲讲？拢有啊，啊！啊，我一包鱼先，我大家食看卖好无？啊，恁好食来找我买哦，好吧？我一包拢卖两百，好，来四个人买好无？只有加起司、加火腿四个，一瓶两个人买够不？上先给钱的先给哦，一百五十了。来，一百五了，百五了。今仔日了，你忘记介绍？百五这一包两百啊，我本钱都唔啊百五啊。大哥，两尾食起司猪排无？百五。来，百五啊！百五块，一百五。今仔日没有了，百五两个哦。最后一个百五差不多没有了。最后一包百五，差不多只没有了，百五。还有人，你阿妈一百五，拢有啊吼。哎，百五了。一包我归位了，来。啊，你看人要食一包唐扬鸡腿饭，准三包，这一包一公斤，你看到这全部拢是鸡腿的肉落去做，不是清明肉。唐扬鸡腿饭，三个人去，一包卖让你开五百，开四百，三个新价钱哦，两百了。阿娘，来，人要食唐扬鸡腿饭无？两百块。哎，两包。人要食唐扬鸡腿饭无？两百块，拢两百块。两包了没有？两包。哎，两包。拢有啊，都有的哦。来，你鳕鱼薄片拢有。来，掏钱。来，够了没有？两百块。哎，两包。一箱一箱拢好无？来，够了没？只有两包。哎，两包。拢有啊，吼，都有的哦。来，谢谢。下桥人来了吗？上店没？下桥看人店，无啦，收起来，要讲要下卷啦。来，新产品去了。我来是卖酒，我刷你哦，恁姐。这新产品啊，我无啊，拢免煮，拢免煮，专食的啊。吼，伊煮伊食的那糖醋排骨啊嘞，伊这韩式炸鸡冬卷嘞，这就 seven 啊嘞，恁等于我加一个工，下了微波用我烧热当食啊。啊，你若无微波箱嘞，微波你大个无，你个靠背我，啊下了当日用我烧热啊，这全熟的啊，一包三鹿，安尼一包三，内底有三包，叫一下三鹿。全部五个人去，今仔日约会有大家试吃，好食来找我，一百了。来包，一百块买来紧嘞，剩只五包，两包啊，一百块两要食无？东城韩式炸鸡，一百块三包入嘞，一包剩三十三块，一百块买啊，我十十做一个啊，一百，拢有啊吼，我有嘞吼，来，你，一包真正做好食，你买买了无？一百块嘞，再来，最后两包，最新产品，最新产品，要求好食啊。那两包给我。OK， 好，两包给我。好，这样。这是干嘛嘞？还蛮好啊，你包你带你去好不？好，安尼好。那个小志，你讲那个七星花白白好不？你讲要吃鲍鱼，你讲人要吃白带鱼不？白带有人要吃不？那你讲人要吃鲍鱼的不？这鲍鱼啊，这一条鱼啊，我这两条五百，我卖给你花五百，卖给你花四百，我若花五百了，全部足侪人来当买啊，三百好我了。来三百。有人要吃鲍鱼的不？三百好了。这边人吃哦。三百。我等下寄一箱物件，叫你大家欢喜一下，好嘛？好嘛？我跟你讲哦，我花三百块了，无花足济，三百有人要来无？哎，三百哦。有人要食鲍鱼三百的无？三百哦。你搞买三百吼，我这两包卖袂少哩，三百块了。来三百哦。这两包够哩，来这两包够哩，三个寄钱好啊，无三百块上面来三百。哎，三百哦。来三百。我来讲话春节啊，先寄钱啊，这两样够少哩，三个人够包到，这两样够，唔免五百。
等下。这里。这两个够我哩，三百了。来三百啊！这样两个三百。两下来。来两下啊！这样一个三。三下来包去。谢谢。来，来，小姐，你准备白带一个，加不要蒜。你讲哪要吃鳕鱼？这蒜里啥物拢无空啊！冰甲你刮到玻璃丝，冰甲你刮到玻璃丝。这当个蒜完酒落去蒸就好啊！来，要吃卖五百卖四百来升级一下啦，三百好啊！来，三百。我来要吃蒜里的无？三百好了。三百，来吃啊！这蒜里上好吃啊！这拢无多空的啦。三百，人要真的无？三百，哎，三百哦，有。那这箱蒜泥三百，你袂当无买？咸啊，这鳕鱼薄片啊，这哪讲袂臭臊的啊？这老爹捌多康的是加减嘛来臭臊，这拢袂臭臊。这个老囡仔吃，爸爸妈妈吃，你学了个会搭死啊！金龙三四五六七八人去。来，好啊，你把人收起老爷无？有人用到保险箱的收起刀，保险箱，干部，有无？有人出保险箱的收起刀的无？一支，拢有啊！来叫单小自行吊伫车顶了。现在我咧在大姨夫人来，你若收起刀的，来像我那迄支卖你两千嘛？两千啊！无啦，笑的，这个你啊，你三百够人咩啊？来一个，这个你好无？三百好咧，这鳕鱼薄片这上好食，这铁板烧专用的啊。这个你用三百块呢，有啥物来无？来一个啊！靠，不要这条这好的物件买一个咯。来啦，这个你啦，搁加两个啦，这个你无要紧啦，三百上面来啦，这个你啦。三百啊！再招一个啊，好无？来啦来啦，我来讲啊，一首你欢喜就做一搞，这个你啊，来啊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上面无多讲啊。来，我问你只济啊，这足贵个啊，这无卡。